它的走道好宽，对不对？蛮宽广的啊。是这一间吗？它感觉还蛮新的，哎，有对外窗啊。这小小的啦。对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庭哎。所以我们是这栋是 B 栋啊，这个叫农业商业会馆。那是早餐吗？早餐的地方？他是说在二楼不是还是哪里？他早餐在一楼。哦，在一楼那个不对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再去看看，他那好像有点像是一个、啊、对，像咖啡厅吧。我们今天这个是两中床的房型啊，两中床看起来稍微挤了一点，不过干净度都还不错。Okay、对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今天住的是这个202房。那你可以看到它一层里面，大概有30几间房哎，房间看起来大小都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浴室，哇塞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马赛克砖？它这个马赛克砖啊，我觉得虽然是这样的形式，可是感觉起来还蛮干净的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附的备品 ，shower cap， 还有牙刷。还有梳子，还有这种就是壁挂式的这种吹风机，这一种的风力都比较弱一点。好，那还有浴巾的部分啦、啊。OK， 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其实感觉起来，它整个饭店的干净度是算还蛮不错。啊，哎，这个有 MOD。它，而且它还有那个套子。啊，对啊，它有做一些防。哎，啊，这个电视好看吗？老妈最爱的，老妈最爱的精华版。哎、欸，它 MOD 应该电台很多吧？应该吧。你再看一下，哦，好棒哦，很多台哎。我刚刚在想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吊衣架。很利用，超省的，对啊。而且它的冷气不是中央空调、哦。对，它的冷气不是中央空调，你可以自己调。对，这个就可以调自己的空调的方向。我觉得这个饭店还蛮贴心的，你看这个遥控器上面都有包一个这个保鲜膜哦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呢、啊，所以饭店还是蛮注重这个防疫的，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还不错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冰箱很特别，会不会发亮？会啊，不过是空的。它会发亮。对啊，它会发亮，你自己看。打开它里面也。比较不会忘记东西，如果放在里面。哎、欸，对，真的哎、欸。不然常常住完饭店，那个饮料都留在冰箱里。这边的话就是有一个小的吧台，就有咖啡，还有一些茶，哦，还有4瓶水。你看墙壁上挂的这个作品，哎，哎，这个是真的是，哦，下面有这个落款的作品。这个是松果。